瀛州驻军十减七八，余下的防务由朝中的府兵接手。这可是一个绝好进攻瀛州的机会啊！连神剑队都全数葬送在西长京，李逆还拿这做法子，派使节质问我兄长，被兄长视作为奇耻大辱。只要进攻瀛州，没了崔家军，李逆八成会亲自领兵，到时候杀了李逆，用皇太子抵劫朔的神剑队，还不划算？你办得到吗？我曾经说我能解散崔家军的时候，乌洛首领就曾经这样反问过我，我不都办到了吗？行，就再信你一回。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梁帝送来的。夫人，夫人说请梁帝放心，这药是最好的，事后也验不出来，不至于留下任何把柄。不行，殿下是何等精明心细之人，若是这样做，只会让他更加厌弃我。夫人说梁帝不必瞻前顾后，家里人包括相爷都是这个意思，说是梁帝无法在东宫站稳脚跟，那相爷就白费了这若多力气，能不能令未来天子称一声阿翁全看梁帝了。此举不异于自毁长城，我说不可就是不可。